这个周末能够跟奉城华人基督教会弟兄姐妹一同，为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颁布的大使命，把福音广传一直到地极。我们这几天共同的投入，一同的努力，心里头觉得非常的喜乐，非常的兴奋。特别我们看到现在普世宣教的事工，宣道的事工，首先是欧美的信徒往普天传福音，再下来是第三世界，非洲、南美洲、亚洲许多的国家开始普世福音的工作。现在我们也看到第二世界啊，共产国家、后共产国家、社会主义的国家也急起直追，我们携手合作，所有全世界的信徒不管怎样的皮肤的颜色，我们把福音带到地极。今天是一个进入21世纪非常多的挑战的处境，可是我们也看到是前所未有的福音的机会。我们每一间教会，我们朝几方面的努力，我们首先是广大我们的心胸，有宣教心，我们为全世界的宣教事工、福音事工祷告，我们猜祷告，再下来我们是猜我们的奉献。你的钱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我们假定胸怀普世，我们就把奉献带到全世界，为了奉承华人基督教会。刚才杨牧师带领我们思想，我们在这好几方面我们都已经尽了很多的努力。我们也猜人啊，我们看到大家短宣队一个梯次一个梯次的出去，我们真是看到神要继续不断的使用。我们说短宣队是短宣的桥梁，短宣是长宣的桥梁，盼望在未来是3年5年，看到许多许多我们奉承华人基督教会自己的会友，我们的信徒，我们就一步一步踏上宣教之路。今天进入21世纪，我们有许多许多的机会，远距离的、近距离的、长时间的投入、短期的投入，我们真是盼望每一位信徒，特别是今天许多的地方是福音受限制的地区，我们带着我们的专业、我们的专才、我们一技之长、我们的科技、文化交流、医疗技术，我们每一个地方都需要我们，我们跟人群打成一片，我们关怀他们，我们住在他们中间，然后我们把和平的福音分享到地极。今早上我们愿意用一段的时间来看新约的马可福音第二章。新约的马可福音第二章，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12节。新约马可福音第二章，我们看第1节到第12节。今天我看到大家啊，这里有三排座位哈，大家右手边、中间、左手边，好不好？我们只有这样啊，右手边念第一节，然后中间念第2节，那左手边念第3节，接下来这啊下面第4节。那这样呢，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有啊4次的机会，我们就把啊12节念完啊。好好，我们现在就请右手边，我们开始念第1节。好，预备，请。
这一天耶稣再回到加百农来，可见耶稣以前曾经来过。你知道当耶稣每逢到一个地方，在讲道，在安慰许多许多的人，医治许多人的疾病，我们看到人山人海，知道主耶稣基督再来了，许多人就聚集，盼望从耶稣那里得到许多的帮助，得到医治。从远处，我怎样知道从远处呢？他因为他们来晚了，有个瘫痪的病人，从医学上我们可以猜想，一个瘫痪的病人可能是脖子受伤了，或者是长了一个瘤，两个手两条腿都不能动，所以要躺在一个担架上面呢，四个人抬着。所以他们来晚了，他们可能住得比较远，可能住在这个印第安人区所以呢需要一段的时间，他们来晚了，于是到门口的时候进不来了。他们四个人把担架抬来，可能后面还跟着几个家属，他们都是认识这个瘫痪的病人，可能是一个家人。他们门口进不来，他们想方法，不放弃。当时中东的房屋的结构呢，就算是一层楼的平房呢，那个屋顶是两层的，那中间放草堆，那白天可以防热，晚上可以保暖。其实阿里桑那的气候也差不多，这里非常干燥，白天晚上温差是有一点的温差。那旁边有一栋小楼梯上去，不断的时间，隔了一段时间要更换那个草堆。据说呢，这个楼梯给人方便呢，也给小的动物方便，晚上有小牛小羊就偷偷的上去偷草吃了。他们四个人算准了耶稣站在这个方位，爬楼梯把担架抬上去，然后在下层的这个屋顶就挖了一个洞，开了一个洞，然后用四条绳子把这个担架给坠下来，垂下来。刚刚算好，耶稣站在这里，耶稣看到这个病人就医治他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有两条路可以走，一条是比较难的，一条是比较容易的。比较容易的路是怎样呢？为什么后来我们念圣经说哪一条路是比较容易呢？比较容易的路是耶稣先医治他的疾病，先叫他起来行走，大家就佩服了，那一定是神，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，那他当然有资格有本事赦免人的罪。